我角色挺多的，应该、嗯。好，我可以玩娃娃。我觉得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相信小天。我觉得船长，我觉得船长太好了。OK， 请教练出握手。OK， 加油队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打好自己的就可以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别帅，别帅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保卫你，保卫你，保卫你，保卫你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！哎，你技能，慢点打，慢点打，打不了就走，打不了就走，打不了就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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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，我走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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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要被一波，应该被一波了，应该被一波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没事，没事，我们就想下一把吧，想下一把吧。这把先不用想，我们就想下一把。好好好，下一把，下一把，下一把，加油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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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哎呦，我们来个烂一追三吧，搞快点！说实话，我刚刚有点生气，我也有点，我也有点。我要 ，OK， 我的，没关系啊，加油，各位，加油！我不知道上路还有没有好打卡力，好打卡力是有的，但是是什么？你快点。好好好，电影感觉是那尔。波比，波比，哇，那金贡你太慌张，太开心了，船长，要我就喊我，我先跑了，我先跑了，我先跑。进去先看一下什么人，感觉来了，这盘应该是感觉来了。屠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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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来了。这第一条应该是水龙，水龙的话最好看一下。风龙，风龙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，一样的，四个里最烂的一个，没事，跑得快。我想换嫂子，现在回家换的话，我上线会晚一点，会吗？会，那你看吧，你要换也行。没了没了，上路没了，上路没了，大师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没了，上路大师应该在上，再上再上 TP 了，我应该死了。对的，高天亮，么么哒！再拖十秒，我们能到，还是要卖吗？吃一个吃一个，卖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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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我只吃 AD 的，你管就管他就行。我们推断他，他们三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，他们回来就打断了，我打断了，打断了，又失泪，没天亮，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，追中追中追中中。Nice, nice, nice！ 下一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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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！好的，我们下去再说吧，下去再说吧。这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挺好，挺好的，打得好，打得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！现在开始 BO3， 来，奔上路吗？我们奔上路，我们把阿卡丽分掉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一鸣哥，你先少说点话吧，感觉那些啊，不说你敢干是吗？对，卡丽有点奇怪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休息。来，阿卡丽，少说点话哦，应该没事，是吗？真的有点沙哑的那个，真的有点不行。先休息一下，对，你可以不吃蓝吗？不吃蓝吗？你吃这个你吃。啊，提莫，看他们在做。哎，我们定一个目标吧，现在要看什么？大条龙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巅峰可以不要，他在巅峰没。我把蓝吃了，走吧，走。可以，可以。不要走，那我吃了。没有他。下一个龙火龙，我们一定要打五分钟。好好好，我们已经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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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等一下，我插一插插钱，插钱。我觉得先插钱，插钱，去去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觉得我们看火龙啊，看火龙。天明哥，我想吃这个蓝。就要给我。可以，也可以。就要给我，就我没蓝的话，现在黑不了钱。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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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可以。有大龙吗？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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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打，打，打，打。哥，哥，哥。兄弟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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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有可能去抓你。我十四级，不一定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我十四级。他们有可能去抓你。天明哥现在应该拉谁都可以吧？就拉齐拉吧，再掐那吧。哎，就拿 AD 也可以 ，AD 也可以。哦，我 AD 应该不太好打，不过吗？应该不好打，不好打，不是打不过，就是打杀不死。不是打不过，只是杀不死。B 还是你会装？这里有个副甲，有兵线吗？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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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闪，没闪，掐他没闪。还有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不要真的不要捧家兄弟们。OK OK。挖掘机会比较好，那我也觉得挖掘机比较好。我可以配卡玛，也可以配瑞奇。我在现在我没有怕，我挖掘机没有。他也是啥？他打野弱的话，我就控小龙。这个我好像打不赢这个。天爵我不好打，最好是你可以的话，第一个蓝 buff 给我，有这种路线吗？有。沙皇这样的话，沙皇打我没有优势。哎，这盘要变成单带了，叫我保你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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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骷髅没血，我看沙皇没血，看吧看吧，挖过去啊！哎，杀阿泽阿泽阿泽一个人，阿泽死了，慢点打这边打这边，天爵没大了，慢点打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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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闪没闪没闪，汤姆没闪。nice， 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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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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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逼哥你十五级，你这 carry， 我可以 carry， 我可以，我不会送，相信我。好好好，加油加油！我基本上打团就放嘎就没有了，我有点脆，死的很容易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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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就不管卡莎了，我跟着瑞兹玩。看呀看吧看吧，来吧来吧，金龙看一下。二马二马二马，忘了。我告诉汤姆，我告诉汤姆，汤姆死了，汤姆死了，杀汤姆，杀汤姆，先杀汤姆，别急。哎，坚决可以吗？别别别，没大了，慢点慢点慢点，里面有个塔，兄弟们。哎，阿克里阿克里阿克里。我刚刚很厉害，还是你打得过吗？挺好，打得过，打得过。他没 W， 我打得过。打不过没事，你可以放他回去。没，有都有都有都有。太重要了。打断吗？打断吗？他没能量，没能量。他死了。真的吗？
杀不死没关系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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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那那算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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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他们人都不见了，哎，加装进攻，加装需要中需要中去进攻去，他们会拼的，他们会拼大龙的，我也觉得可以的话，给他们个拼的机会，我们可以。我有玩，我有玩，我有玩，我也觉得。他们没大，他们要拼，他们拼，他们拼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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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以抢，我相信我相信我，我会打断他们的回击，我来给他们打断他们。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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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下去了我下去了，进攻二进攻二进攻二，点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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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波一波。救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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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。大家，大家，大家，大家！太少！大家，大家！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参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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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加！太少！三！啊！遭遇了，野区遭遇，双方中单遭遇，但是直接被秒掉。接一个大招，不讲道理，直接给你推。单人车接一波，这边还是有队友跟他一起。齐安娜是拦截，哇，拦截到了，直接闪现动推回来，一套连招秒掉了这个正在刷蟹的塞拉斯。推过去，哎，那个塞直接想顶，闪顶，接钩子，出现了闪顶的画面。但是旁边队友就在旁边，塔姆是含住了先觉吐出来支持，还是被杜云斌收到这个人头，塔姆也倒了，杜云斌两个人头，林伟翔开出自己的大招一个护盾，自己拿到这个人头。好，那这时候看一下钱娜依旧一个人在野区，杜云斌很有想法，就是关键两个人争夺 ADD， 左右的前排已经率先被打散了，吃了维鲁斯剑的 B， 看一下杜云斌切到后排已经拿下一波 double kill， 再斩一个西莫，一波吹波克还是在做自己的追击，又是个 W 的位移，两个人已经被围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。哎，这边要直接想开一下，但是大招刮空了，想五个人一起把视野抢回来。泰坦自己瞬间被打了一个半血，伊比格再次做到一个后排的前面的队友已经稍微是缠斗到一起，小天开了一个金身，林伟强直接破后排，直接瞬间秒杀了 EZ。 凯南开大招，但是毕竟只是一个 AD 凯南呀，塔姆也阵亡，他能突然吞不了自己，塔姆被逼出一个闪现，哎，哇，直接盾被动，哇，对，哎，是凯南点的。哎呦，这个攻速起来之后有点疼，伤害有点高，但是被拉塔下塔也打了一下，大招控住了呀，绝对领域一巴掌开翻了，一锤锤死，动了一下，直接人没了。哎，来了，反而是反而是哔哩哔哩先动嘛，头很铁，哇，打得很快啊。而这个时候，红色的方 plus 表示，我眼里只有水晶，雷克赛以生命为代价，想去拖延时间，恶虎扑食，必出千绝大招，三个人直指水晶，看看有没有时间。蓝色方一拥而出，红色方眼里还在推加，沙皇一推，推不住，拆完了，阻止不了方 plus 推进的步伐。这样的一个剧本，拆的这么快吗？我们恭喜方 plus 进入决赛，并且获得了第一张通往 S9 全球总决赛的门票。